一天，美美想开门找老爷，好奇瞅准机会，嗖的就跑了。严重怀疑这个狗出来跑就是为了要吃的。快快快！真是丢人，别人家门口还有监控，还给我们就在这让别人看我们抓狗。阿姨这个狗陪家骑自行车不跑，出来跑的倒是很快，还好我们这边车少。这个狗跟你说，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，还给是跟我一起成长，是不是？吃完就跑，吃完就跑，你过去吧。哎，我从后面过去行不行？别过，你别过，你看，我不给他拧到那儿，你就别过来。他是不是你包子快吃完了？差不多吧，这样，赶紧小一点，小。但是我才不当呢，我知道当就是为了抓我。哈里一兜兜心眼全用来吃啊。又扯又扯。来，绳子。你拿着。绳子没啥用了，我想刷了三遍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犯罪嫌疑狗。家里最不省心的就是你了。终于抓住了，在邻居的帮助下，然后吃够了零食。同样的，同一个邻居。同一个邻居的帮助下，那个邻居特别了解这种狗，因为他养了一个哈士奇，经常跑。不要再跑了，好不好？回家。一包零食吃完了，没有见过你这么……哎，我还骑着自行车出来，哎，太累了。心累，走。家里最不省心就是你，天天让你睡床，你还这德行，你没脸没皮到家了。好的，我给，拜拜。